大家每天打招呼的哦。Hello, Kiki。大家好，我是 Kiki 许佳琪，谢谢大家在星期三的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。不是还有最后一句吗？牵我手吧之类的。来，要牵吗？有。牵我手。牵我谁？我手比他们长，牵我的吧。不行，他那太硬了，我这个软。许佳琪喜欢牵硬的手。骨折。握手圈。摸摸。好，说到那个狗熊死啊。你死。狗熊哦，狗熊遇到狗熊怎么装死？那我在想，就是我也查过百度，刚刚思思说了，说就算怎么样，你肯定都会死吧？我又不会上树，然后呢，要不我死的作为潮流一姐，分上一姐，然后我就要在狗熊死之前，我要让自己不留遗憾，迷惑他是吗？对，我要很时尚的死，对，扮那个对，但是我这一次不是想要迷惑他，我是想用我的歌声去迷惑他，对。来一首小毛驴。那你死得更快呀、啊、你为他做一首就是歌，大心大狗熊。来一首 PPAP。 有三只小熊，大 C 你的成名作，大 C 伴舞。大 C 大 C 伴舞。来，你来大 C 伴舞。芭蕾吗？别忘了你的 MV 白板 PPAP。 PPAP 我要改第一个动作抖脚，咋成我成名？我要改个词叫勾带，勾带之歌。哇，来来来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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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 ，PPAP， 噔噔噔噔噔噔噔 ，One Two Star，I have a go，I have a die，Oh go die， 忍得好，要死掉，要死掉的 go die， 就是你要倒下去啊，来，你要二的那一瞬间你要倒下去啊，预备起，二 go die。熊可能就是会被我的这个声音啊所迷住，对，然后你要吐啦，哦，好，谢谢大家。